Oh my goodness！ 牛肉哎，牛排哎，用面包机来煎牛排，你看过吗？我肚子很饿，我肚子很饿，吃宵夜，我要吃宵。真的是不敢来走 supermarket， 不小心就买了这样多零食。嗨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，我是 Cody。你们知道吗 ？YouTuber 的生活真的很忙，而且我又不是那种会进厨房煮东西的人，我最多只会在这个桌上煮煮泡面，所以很多时候会忙到连早餐都忘记打包来吃。好啦，其实是自己懒惰出门打包，我真的很懒惰出门。如果可以每天都这样软在家里，早餐、午餐、晚上都在家里解决的话，那该有多好啊！所以为了实现我这个伟大的梦想。我决定要做出改变，于是我买了一台可以让自己完全宅在家，又可以同时间轻易解决掉我早餐、午餐、晚餐的机器。No no， 不是煮泡面哦，是认真可以制作有营养的早餐的机器。说到制作早餐，大家会想到什么呢？没错，就是烤面包机。我特地从淘宝淘了一台超厉害的面包机回来。哒哒，这个机器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好玩哦。我们今天就来尝试自己制作早餐、午餐跟晚餐。没错，我知道现在不是早餐、午餐跟晚餐，现在是宵夜，但是管他的，今天的宵夜会很丰富哦。刚去超市买了很多食材，我估计可以一个月不用出门了。首先我们先来制作早餐，但是在开始制作之前，我们需要先长得像个厨师嘛。虽然这个东西有点不合理，还差一个厨师帽。帽需要个厨师帽吗？这样子像个厨师的吧，有点像智障哎，是说明书哎。哇，很香哦，盖亚宝。装过史莱姆的容器杯。而且它烤面包的这个还有六个档可以挑，你要烤焦一点、脆一点，就把档调高一点。这个机器好玩的地方就是可以左右同时一起进行，早餐就这样一起出来了。临时想吃鸡蛋，加一个鸡蛋。然后烤完过后，旁边这边可以这样子拔出来，清理它的面包屑，很方便。God, this is going to be so nice. 一定很好吃，我的天哪！哦，你们应该猜不出我到底要做什么早餐。天哪 ，Cody 的 YouTube 频道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吃啊？怎么办？卖相不是很好看。麻酱 ，Yes， 这个就是我会喜欢的早餐。我跟你讲，卖相应该不是很好看，但是味道吃起来应该是不错的。你知道 chocolate 配 strawberry 哦，是很棒的搭配的。chocolate 配香蕉配 strawberry 是，天哪，有的吃真的是好幸福哦。我是认真的，不懂怎样形容现在的幸福感了，真的。啊，真的很爽，咖呀包。我决定了自己要在深夜的时候上传，要让你们在晚餐的时候看这支影片。最后再配一杯牛奶，有这样子的早餐，人生还有什么好要求啊？吃完了早餐，现在到午餐。
煎蛋的过程，那时候我刚好可以趁这个时候加热这个牛角面包。午餐好了，我的午餐有一点自己乱来，讲真的我是一个没有进厨房的人，然后我是不会煮东西的，所以我的午餐就是比较乱来的。来哥，我的火都烤到好难看哦，从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我是一个不会煮饭没有进厨房的人。 OK 啊，我知道那个麦香不是很好啊，不会煮东西的人就是这样的啦。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我要买一个牛角面包，然后配 hot dog， 再配 bacon， 然后再配一粒蛋，但是我喜欢吃就好了，是这样的吗？在这里煮东西就煮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吧，不然还要怎样？在家煮东西的意义就是煮自己喜欢吃的，然后自己吃得饱的，然后又不用出门，多好啊！好像少了一样东西哦。怎么可以不配一杯 orange juice 呢？这样子就很像样啊！哇。三更半夜自己在家里自嗨，配一个牛角面包，我不懂这个什么搭配，但是吃起来真的口感还不错，还不错，好吃呢。看一下我这个好像烤焦了的烤豆好不好吃，不错哎。在家不用出门就有东西吃，根本就是一种享受啊！对我这种宅男来讲，这就叫简单的幸福。我已经没办法想象等一下晚餐是吃什么了。你们觉得我在晚餐是吃什么？期待嘛！我午餐吃这样子，你知道晚餐吃什么？人生除了吃就是吃。完美 ，Master Chef 这个样子，真像那种五星级饭店里面的大厨，被我自己帅死了。啊，不是说会下厨的男人最帅。那么早餐也吃了啦，午餐也吃了啦，你们是不是很期待我晚餐要吃什么？反正我自己也很期待，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这道菜，从来没有，今天是第一次。我们的晚餐是。真的萝卜到底要怎样切啊？这刀要切这个好像有点不可能哎喂。其实这两样好像都可以生吃哎。黄金玉蜀黍。所以这样子就刚刚好。今天这个影片的最终主角要登场，来最终。等一下，这个红红色这个是什么来的？这是红红色的一根网。我就跟你讲嘛，这个还没有，这个有问题咯，绳子来了呢。来，做梦鬼！做梦！搞错！血管！我以为那个东西是牛筋，你看到没有？没有下厨的人就是这么的可笑。这，我的牛扒。下一点盐。有一点失败的牛扒。Oh my！ 哇 ！Oh my goodness！ 牛肉哎，牛排哎，用面包机来煎牛排，你看过吗？辛苦你了，小黄。我自己有点感动，现在我真的来。好感动，我不是很确定它味道如何，我们再来 try 一口没有辣椒酱的，好紧张哦，这个是我第一次自己煎牛排，很紧张哦。OK 哦，你们知道吗？这个对我来讲是超级美味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自己煎的吗？我去五星级饭店，五星级的大厨煎出来的我都不会觉得这样好吃，但是我自己煎的我就觉得好吃吗？人都是这样的吗？
好感动，竟然学会剪牛发了。这个时候少了什么你知道吗？少了一杯红酒。如果这个时候有红酒，配上我这个亲自亲手煎出来的牛扒，天哪，人生啊！来配一个辣椒酱的一口牛扒耶，各位观众，牛扒。哦，这个我们称之为半分熟 ，medium rare。我吃牛扒，我不喜欢吃那种 well done 的，我不喜欢吃十分熟的。Oh my god， 萝卜我刚刚特地不要煮到这样软，我喜欢吃起来有口感。玉叔叔，真的没有话好讲了，来来，我讲真的。然后这边坐到这边，我已经面包机煎出来的牛扒。Oh my god。我吃个宵夜吃到半夜2:44，我今天起终于可以堂堂正正的告诉别人，我 Cody Hong 是个会做菜的男人。我跟你们讲，认真的，这是我第一次自己煎牛扒。妈咪，看到吗？我不只是会煮泡面而已哦，我终于可以跟别人说我是个会做菜的男人了。会做菜的男人，不是都很吸引人吗？怎么样？要不要跟我结婚呢？今天多亏这个影片，小爷真的吃到很饱很满足啊，爽啊！这个机器真的是可以让我一个月不用出门了。对这台机器有兴趣的朋友，在1月24号到28号期间，在天猫只需要以差不多马币109块就可以买到了。影片下方会有这个产品的链接，从下面的链接点进去的话，可以享有20块的优惠折扣哦。马来西亚的朋友还能趁现在限量领取，买满人民币666就减88块的红包，还有满人民币88就减18块的红包。新年要到了，到处我在派红包，多好啊！真的很饱，我吃到很饱，就不多讲废话了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以下找链接点进去看看。那么这集 Master Cody 厨神的影片就到这里先结束。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记得在影片下面点个赞，可以分享。想要更认识我的话，也可以到我的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上面 follow 我。那谁已经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的，不要忘记点击掉你旁边这个小铃铛，这样我每一次更新你们才不会错过。那谁还没有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的，也不要忘记点击下面或者这里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那么，扣子们喜欢看我拍吃的影片吗？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悄悄。